原标题，当敌军用枪指着贺令投降时，他的回答是拉响三颗手榴弹抵平里战败后，志愿军向北撤退，转为运动防御。战争进入到极为艰苦的阶段，美军见着便宜放胆追击，这样一来，在各条战线阻击美军的志愿军部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来阻止美军的追击。万村洞东山是洪川江北岸的一个要点，志愿军四十军119师奉命在此扼守。在前沿的286高地是一连七班副班长曹庆功带领的三人战斗小组。1951年3月18日，韩军以四门榴弹炮、20多门迫击炮对286高地持续轰击了2个小时，随后发起疯狂的进攻。我们都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韩军不经打，那只是在我们进攻时韩国人跑得特别快，只要有美军炮兵支援，一旦他们进攻，韩军可比美军步兵凶猛得多。曹庆功战斗小组打退韩国人第一次进攻后，韩军马上组织起第二次进攻，眼看一个排就要登上山顶，曹庆功马上指挥战友投掷手榴弹。在近战中，志愿军的手榴弹水平远超韩军，终于又有惊无险打退韩军这次进攻。可韩军很狡猾，派出一个连从侧面偷偷渡过洪川江，占领了边上的八峰山，架起了四挺重机枪，试图用火力压制住志愿军掩护步兵冲击。战士范玉良当场中弹牺牲，曹庆功和战士杨家义也都负伤。随即韩军步兵又开始冲锋，战斗异常激烈，苦战20分钟后，韩军进攻又被打退，可杨家义也牺牲了，阵地上只剩曹庆功一人。韩军又分三路向山顶冲来，再次进入10米范围投掷手榴弹模式。曹庆功连投8枚手榴弹，终于又把韩国人赶了下去，可他身负重伤，流血过多昏倒在地。当曹庆功醒来时，发现阵地上都是韩军，说着他听不懂的鸟语，他不露声色，偷偷拿起3颗手榴弹拔掉导火索。这时韩军发现曹庆功未死，纷纷举枪瞄准，喝令其投降。曹庆功用尽剩余的全身力气纵身扑去，只听轰一声巨响，世上再无曹庆功。后来担架员罗洪福找到曹庆功的遗体，发现他全身伤痕累累，手指上套着3个手榴弹铁环，身边散落着近百导火索。曹庆功，云南省武定县人，1925年出生，志愿军第四十军第119师第356团第一连七班副班长，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